判险判原谅，整个把你判回来了。我远嫁的大姑姐偷偷的回来了，现在正在车站呢。我姐这次回来是搞突然袭击，故意没有告诉我爸妈，想要给他们一个惊喜。俺姐平时工作比较忙，嫁了又比较远，这是今年第一次回来呢。妈，哎，今天太冷了，小妹夫想吃大鹅，你舍得给吃吧。你真威风，我哪有那么没舍得嘞，我就逮眼。还是儿媳妇管用，如果我说我想吃大鹅，估计我妈不舍得逮给我吃。妈，那么快大鹅就逮好了？那还不好逮吗？你妈会吃，我叫你妈吃一把。来了，大鹅与大铁锅最配了。切点葱姜。大鹅我爸已经处理好了，满满一大盆，锅已经热了。加油，先把大鹅使劲炒一炒，油多。还有这锅大，不然这鹅真炖不上。葱姜大料，来吧。蜜汁料汁，小妹的独家配方，已经上色了。加水了。盖上锅盖。这个鹅是自己家养的老鹅，至少得炖两个小时以上呢。妈，哎，这锅底交给你了，我带小贝去买黄面袄呀。好好好，去吧嘞。走走走，赶紧去接我姐去吧。我们已经到高铁站了，现在进去啊。因为这次啊，姐夫那边比较忙，所以我姐呢自己带着小外甥女坐高铁回来的。刚才已经打过电话，下车了。不知道我们把俺姐带回家，俺爸俺妈什么反应？我姐来了。俺姐，哎，盼姐姐盼原谅，准备把你盼回来了。爸爸可想你了。就最近感冒。吃个大板子吧。对，这次回来多待段时间。对。对。把行李放车，姐。把爸妈给俺炖大鹅来，晚上带你回家吃大鹅。走，上车上车。我们已经到家了，我跟小贝先下车，让我姐在车上等着。俺妈，我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嗯，买好面包了吗？没看到合适的，没买。妈，小贝没看到合适的，但是给你带个小面包回来。给我买面包，我还好几个面包给我买嘛嘞。搁厂了，赶紧过来看看。面包你可别洗了，在车站。走走走。你这孩子，你看能退吧，退买个东西换一个你看吧，就换不了。是的吗？对。赶紧去看。人家俩来了，你们打个招呼来，给你一个惊喜嘛，想你们，回来看看你们。妈，这个事儿着了。这个棉袄好不好？好。我要了，不要对了。我们下车好吧？又不认了是吧？害羞了，这点可以证明假的也太少了，以后要亲假的，你知道吗？下来吧。啊？看谁回来了？哎，回来快回来，不能这么过，怎么过来？来来快，来来来，爸爸来，爸爸来，爸爸好吧？没见过老爷子吗？哎，大宝。俺姐难得回来一趟，让俺姐和俺妈好好聊聊，我再去炒两个菜。行。看我妈手，好厉害，这几年是的，干，几年干，媳妇干了，整天熬夜也不得了，该歇也得歇两天，知道吗？在家里不要天天熬夜。最近忙吗？还好。回家来了就放松放松，这两天给家多歇两天，给他休息一下。对，关键你好像瘦。我好瘦哎。瘦了，俺妈瘦了，俺爸也瘦好多。嗯，我这几年好像瘦好多，怎么那么瘦？天最冷的了，夏天我不冷，我还好，我这个特别厚，穿了一个靴子。你也挺会。锅底已经没有火了，大鹅应该炖好了。哇，香。出锅了。好了，满满一大盆，吃饭去了。我们准备要吃饭了，看得出来，今天我姐回来。我爸妈都特别的开心，让我姐呢在这边多待几天，这两天带她好好的吃一吃，逛一逛。